小的话。啊，等一下，这个，等一下，这个我知道了啦，这个很痛哎，啊啊！你不是说左脚没有吗？我说左脚后面没有。又酸又痛的、啊，好爽啊！好爽！啊！按完就很爽了，对不对？我不想叫你家里耶，我等一下哦。很痒，很想笑又很想哭。啊，等一下，这里我觉得很不舒服啊！等一下，啊，这里我觉得，啊、大腿这边我觉得，啊，等一下，你在滚我的筋是不是？是啊。我感觉到了，你在滚我的筋啊。被滚下吗？啊，不行啊，没有啦、啊，我没看见的、欸。好好多。是不是你上班的乐趣？是啊，而且我还分享给大家欢乐。你是不是在加重啊？哎呦，你还蛮有感觉的哦。我这里好敏感哦。你有发现它开始不痛了？啊，对，我觉得比较我觉得麻痹了。不是，是它已经开始变好了。真的？你有没有觉得，只要它开始变好，我就开始想要换点了？我觉得不太好。This massage video is from Taiwan in East Asia. Let's start. 我的妈呀！我要生过小孩一样。你忍过这个痛，你生小孩就没问题了。在搞搞共生球吗？我跟你共生球。因为很多妈妈跟我讲说，这个比生小孩还痛。还有哎、欸！啊，不要不要！啊啊啊啊！等一下，为什么觉得很痒，很痛？这是什么？
没有了吧？看你的表情就知道有啊。这条好像还好。对啊，这条好像还可以，已经开始还好了，已经开始还好了。这条好像还可以接受。啊，我真是满头汗。我就回朝鲜啊。有人该回。有没有那个唱歌过后的感觉？有。这么早就在夜唱，那我给我俩死定了，你完蛋了。等一下，你怎么又回去另外一条啦？因为这一条好了。啊，你们好了，那条不是也好了吗？没有啊，就是另外一条。啊，怎么这么多条啊？你弄的啦。到底有几条？我不晓得，一条条慢慢写、啊。为什么啊？腿有这么多条筋是不是？有，非常多。没那么痛，你别骗我。有，现在比较好一点。对，我要舒缓一下。这个没之前那么痛的啦。哦，你刚压下去很痛哎。对，是刚压下去的时候。身体好了。等一下，我说好了，你也不用加重了。等一下，滚那个筋很不舒服。你再滚来滚去的，我觉得筋你的手看起来是没有在动。对，看起来是没有在动。看起来没有在动。可是其实有在动。你躺在这里，躺在这里有感觉。对，有，他在滚那条筋。他在滚那个。就动得很微小。我一句话都讲不完。好强啊！应该你先来的。没有，你这样子会看到，你会吓。你就不敢站。躺回来啊！太屌了。还有吗？还一小条。啊？还一小条。很小。等一下。你是什么异手龙或者迅猛龙之类的东西？下次要咬我，你可能要咬我。好痛啊！哇啊啊！好多了。你想好多，可能就加重，不然就是换一条。Let's go。已经好多了。有好多了。还是我自己习惯了。等一下，这什么？这里有点痛。对，就是新的一小条，非常小。压筋的感觉很不舒服哎，为什么这样啊？但是平常按摩就不会按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因为我都刚好刺到那个点上，你不觉得我刺的都刚刚好？就是那个方向，那个穴道。不是，这里还好。对啊。好香。希望我的脚等一下不要有什么问题。因为我前侧这边很怕痛。那你死定了。那边一定很多点。因为你连自己摸都会痛。我被按到尿出来。你要先去上厕所。好可怕。还是就剩下最后的一大条，还有大条的，大条的。
Would you like to massage your world? Did you enjoy watching the video?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Thank you.